爷呀，秋夏，我以为我在前方与敌国周旋，何以醒来不见凤年，而家你却身临禁园。殿下爷，我闻得你昨夜苦战赵兵，杀得伤痕遍体，所以我特来慰问啊。哎呀，真系阴功咯，枉费你待得凤年咁好，点解佢睇都唔嚟睇下你啊？咪话我多嘴啦！如果我做着佢啊，就会衣不解带，朝夕咁侍奉在你身边噶。或者佢正话行开咗一阵未定啫。现在前方战事如何？你能否对我明言一片啊？你放心啦，殿下。虽然你战而初败，游行三军用命，我负誓死守土，但是这样，今晚赵太子声明要把凤莲劝出，否则亏分玉石，誓要夺取凤莲啊。受未报，苦。
针俾你饮啦，唔系会冻噶啦。哎呀，凤莲，吓、啊，乜你翻嚟啦？系呀、啊，你好心你唔好离开我啦。虽然我哋系花烛未鞋啫，究竟都属夫妻嘅名分啊嘛。唉，你好应该侍候在我嘅床前，不应离开家园啊。我而家离开你咩？我不过同你揾太医咋嘛，真系好心就唔得好报啦。系唔系我成日对住你，你个病就可以不治而全啦？凤莲，到呢个时候啊，你都唔应该咁嘅态度嚟对我啦。我系一个伤者噃，你应该对我精神安慰至啱噶。有阵时。这种心理的治疗还比药食有功啊！我真是估都估不到，我最心爱的人现在会对我诸多讨厌啊。你觉得我讨厌你吗？这些是你误会啫。我承认我心情是有多少不好，但如果我讨厌你的，我又为什么会嫁你呢？其实我的内心对你 都有无限悲酸、啊、哎呀，此妃啊，咪话我多口话你啦，你咁样做法啊，又系太过啲嘅。除非或者嚴苦都未定啦，咪话我卖面光啦。